千千哦，很说脏不好，你看你配过来，脏不脏？很好笑的。好，等一下讲他皮，讲他皮肤啊，想要好皮肤就好。你知道上次我们，记不记得我们有一年回去，去年三月份，你有去吃火锅吗？小胖有啊有啊。前年就是花中花，就公馆那一次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不能去吗？历史越好，然后到了后面在搭捷运站，搭捷运回来桥，结果突然看到他的报，是啊，所以他这个红之前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现在怎么没有在车里？你不要讲，没有，我已经是。没有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讲话实在太直接了，大家说他好，说他黑，真的，他说他 OK， 我笑死，我真的好想抓，真的，同声很有。